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，阿布在厨房忙煮菜，厨房飘出阵阵香味，我们闻着香味一边流着口水，一边等着阿爸回来围炉，澎湃的一桌菜满满家的幸福滋味。儿时的年菜在大享宽庭重现，大享宽庭除夕过年照常营业，年菜内用外带现整优惠中，北安路一段300号，252-3939。